今次嘅 concept 係主題就係個女神。今天的设定的心情就是有一点紧张哦。如果这么多佳丽当中呢，要选择呢，我会选 fancy 的。不能够羡慕那么多啊，因为那个是她的样子，她 carry 到那个衣服。fancy Zingy， 等着瞧。如果你比较硬啲咯，你叫佢转嚟转去系一样。我哋要喺20位当中咧。是要揀4位，包括有退步了的、進步了的、一個 top 和一個 bottom。 我的心情很緊張呢，那一刹那。所以我們這一輯相呢，最 top 也就是拍得最好的呢，是我認為自己是 top， 無敵是寂寞的。